渣，让我们的家人可以顺利返台回家。谢谢你们。总共在被武汉困住之后，然后再包括回来，这样已经多久没见了？那我们已经有差不多30个月没见了。啊，这么久？对，就过年前就回去。对，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回去了。对，这次能够回来很幸运的，对，啊，谢谢大家的帮忙，对，感谢那个政府帮忙。那在隔离所里面有关心他们？有，天天在联络的。那也像你其他人在那边反映说什么菜色啊？没有，政府真的对我们的很好，对，我们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菜生活还很好啦，因为他荤素搭配的真的是让我还吃不完，然后水啊，都是沉香给我们这样子，提供的东西我觉得还不错，真的还很好。然后，环境我也觉得很干净，然后就很方便了。然后我们就是只需要吃一双手出去拿便当这样子。对，不方便说不能出去走来走去这样。对，因为这样子对大家比较好了，就比较安全了。大家心里又也知道要配合这个。对，配合是比较好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医务人员也很好，每天都会打电话问我们体温多少多少，然后会做笔录，偶尔会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的心情会怎样，会不会不高兴怎样，就是怕我们在那边有一些忧郁症啊，或者是在那边待太久会有一点压迫感这样。其实都还蛮好的，我觉得除了不能出来，住的还蛮舒服的啦。因为我觉得台湾人的那个亲情我还是觉得很温馨的，人情味比较重。对，你像我有带小孩需要什么跟他讲，他都会配合这样子。小朋友在里面也无聊，会不会怕无聊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我儿子他习惯了，因为就是在里面有一两样玩具他就可以玩很久。对，他就只是说整体的我是觉得都还不错，因为大家都还蛮配合的，我觉得我们这边台中的都还蛮配合，没有所谓说跑出来走路啊到处走啊这样子。就是大家都躲在里面这样子，大家对大家比较好这样子。除了吃饭广播，我们出来拿便当这样子，我们就是等待广播完了我们再出来拿这样子。就是我觉得楼下楼上的人都配合很好，像我行李这么多哈，像他们都帮忙我。对，我刚刚上车包括我下楼他们都帮忙我拿下来，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警察，我就觉得一些医护人员真的很温馨，就是说不出来那种感觉。台湾加油！谢谢阿周部长，让我们的家人可以顺利返台回家。谢谢你们。